阿喀斯星腿的严重程度一般来讲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，但是我们通常呢要把这个分为轻中重三个度数啊。正常人的腿呢，男性呢一般那个生理外翻角在3到5度，女性呢5到10度左右。嗯，那个一般来讲就是自然站立，双膝自然并拢，脚踝分开在5厘米以内，这样一般是属于轻度的 X 型腿。如果是5厘米到15厘米之间，这个属于中度了。重度就是15厘米以上的，就是重度的 X 型腿。